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好吃好玩，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泡泡按一蹦换量好心动。本节目由越洗越滋润的多芬沐浴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赞助播出。血脉无糖口香糖，潮酷便携，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本节目由血脉特别合作赞助播出。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健康新时尚。本节目由思维师行业赞助播出。增阳好新风，自由深呼吸。本节目由开机三分钟，满屋是新风的海信新风空调赞助播出。早餐会发生啥？今天早晨向我的室友学艺。学煎蛋？这谁呀？夏秀。田螺姑娘。啊，飞走吗？对呀，我等着呢。哦，那我们会顺路。你干什么？走位。好干哦，他脚趾又抠住了。哎，所以今天早上为什么有隔壁的男嘉宾出现在这儿？该做小伙伴。哇！隔壁屋小伙子动作是快。你这蹲什么？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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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北京老乡啊。威廉，你是那位北京老乡吗？开口了。你看到了？哇，我看到了。明天我们也吃麻辣香锅。还是番茄鱼片适合我。哎呦，情窦初开的男人。哦，这个手，这样大概在中间的位置。哎呦，可算臭味。约会，要约会啦！两位男生，两位女生。他太慢贴了，这天天跟他住，还跟他一起约会啊？咱们先说，有人自愿意换吗？这没法愿意了，都到这时候了，是不是？天哪，太尴尬了，我不敢面对了，太残酷了。愿赌服输，来吧，石头剪刀布。好吃好玩，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泡泡按一蹦换量好心动。本节目由越洗越滋润的多芬沐浴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花清香茶腥味的康师傅茉莉茶赞助播出。血脉无糖口香糖，潮酷便携，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本节目由血脉特别合作赞助播出。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健康新时尚。本节目由思维师行业赞助播出。增阳好信封，自由深呼吸。本节目由开机三分钟，满屋是新风的海信新风空调赞助播出。这里是最最最最甜蜜的社交恋爱观察真人秀《心动的信号》，我们第六季啦！要欢迎两位我们新的丘比特，让我们欢迎比比。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次的新丘比特之一，比比周笔畅。为什么突然腼腆了一下？有一种心动的害羞感。对的，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纯叶还是有经验的。对，人家很熟悉。欢迎纯叶。谢谢大家好，我是纯叶。这次来到心动是什么感觉？就是想感受一下，就是现实沉浸式的追剧。相信会有很多让人心动的瞬间，比剧还要精彩，还要抓吗？编剧老师都不敢这么写啊！在陈琳老师发言之前，我必须要说一句，插播一句，我站猴哥。猴哥是我们这边的，对，没错，没错。不好意思啊，小孙，谢谢。小孙。这也小孙了。小孙，对。怕我们不怕。而且其实两位在来的时候都做了那个动物的测试题，二位是什么动物？小羚羊，跟太太一样，跟我一模一样，对啊，对我也是小羚羊，猴哥是也是羚羊，没错。可是比比是羚羊，我是有一点点意外的。为什么？
这我不会是仙鹤什么之类的吧？哎，该不会是我们这里有仙鹤吧？哎，我经理年龄是81岁，然后是一个那个嘉宾目前没有的仙鹤。仙鹤好独特，我好像171岁。听到你那个岁数，我顿时觉得好多了。我们小吴要迎来我们第一次的大约会了。对。这个都是每年我们特别特别期待的事情，约会的环境也好，然后彼此的那个交流也好，都会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事情发生。对，我们来赶快看一下，来吧。哦，来了来了，好期待。哇，好美啊。哇哦，好漂亮啊！猴哥，他们到底是哪一组？有。他真的穿得很青春洋溢耶。这是在羽毛球馆吗？那么早到又提东西，他一定猜拳赢了。你怎么知道的？不一定啊。来了来了来了，谁谁谁谁谁是谁是谁啊？快点，我已经等了一周了。哎呀哎呀哎呀，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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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我觉得大齐应该会开始刚起来了。大家都不想换呀，这看起来局势有点难，这怎么办呢？天哪，太尴尬了。咱们先说，有人自愿愿意换吗？没有。这没法愿意了，都这时候了，是不是？重要时刻还是不会让。没有 ，OK， 就。愿赌服输，来吧，愿赌服输啊！石头剪刀布，我猜大齐会赢。石头剪刀布，哎，谁？啊，大齐赢了！我猜中了！哇！哇！回去了。啊！然后他们俩还哇 no， 来吧，石头剪刀布，啊！哎呦，猴哥留下了，石头剪刀布，现在猴哥好开心哦。OK， 加油！哈喽，哎呦，两个赢了的人，大齐啊，你今天挺运动的呀，这一身。哦，我感觉他今天很开心。这不来对地方了吗？我喜欢约会的时候大齐的穿着，自然就是不要说要约会就要穿西装。我赶快回去把我的家西装都丢掉。你穿什么都可以，你是比较独特一点的人。你会打羽毛球吗？不太会吧，就是羽毛球跟乒乓球都差不多吧。一点吧，有一点相似。他俩都是会体育的，对，发挥所长，展现运动魅力。哦，好像要穿个运动袜会不会好一点？对对对，我就今天穿的长的运动袜。还好我有个中国好室友塞到我包里了一双运动袜。
我们小孙就不在这，好可惜哦。这张巾，因为我觉得女生穿得很运动也还蛮舒服。嗨 ，Hello。Hello，Hello， 呀，哎呦，这么运动？当然，可以吗？打羽毛球？嗯，可以。哇塞，就我不会啊？我还会打网球。可以啊，精通。他好开心哇！他好明显的，突然一下。这次就可笑了。一个运动员让别人教运动，我这不会。羽毛球，我咔咔乱杀，好吗？真的假的？我吹呢，吹呢。那我就在前面给你补网了。大齐讲话的时候，心里面在偷笑。在等谁啊？小猴。哦，他会吗？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你猜会不会？他会，我猜的啊。我猜不会。哎，咱俩一样，我敢面向他应该不会。来了，来了，来了。哎，这眼神。Hello。哇，这个眼神。Hello。啊，你们都到了。嗯。不是，男生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什么？他觉得他太平静了，表面很厉害，因为就是哎嗨，但他内心是哇哇、啊。不是，我跟人约会，我上来就哇，也不合适吧？男生肯定是越喜欢他会越压抑。对对，不是他的意思是说连微表情都控制了。对，但是我觉得很帅。Cool 。换成我，我会很紧张到，就是会想要躲起来那样的。这个真的第一次录，录着说旭哥还没来啊，说、哦、第一个来了，在后面。没有，我从椅子后面站起来，我说我到了，一直在这里转。你看，你看。Hello。啊，你们都到了。嗯。嗯哦，害羞。要干嘛呀？现在你要先吃点东西吗？我吃了。会打羽毛球吗？我不会。你不会啊？你一点都不会吗？一点也不会，我没打过羽毛球。那就简单了，你俩一人带一个吧。那我这什么都不会啊。哇，大齐，我带你。好主动，要让人家说。大齐的目的就是这个。啊，开心了。那走吧。可以 ，Go。哇，怎么有那么新潮的羽球馆？好想去。来吧，你俩用这个拍。我包包放哪儿？给我吧，给我吧。谢谢。活动活动手腕头，转一转。对，脖子、颈椎主要不扭伤就是。手臂线条很棒，给我一个。这么快开始了？你们都不会是吗？我咔咔乱杀了啊！我吹呢，吹呢，吹呢。你就杀他们，我在前面就弄你。哎呦，就把球打出去不就行了吗？这个，嗯，就打过网就行了。嗯，那我们去对面。可以啊。开始吧。来吧，正式开始。哎，我来，你来。我打羽球也会这样，我，你，漂亮。我在前面。哦，过了。为什么擦网？没事。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个运气球，因为有好运在，是不是？啊，没错。哎呀。高级还得是大齐，因为有好运在，是不是？啊，没错。你俩这是，而且他们的穿着好搭配哦。你就喊就行了，你喊我就到了。
我喊什么？喊大齐。哇哇哦！哎呀！哎呦，这手跟眼睛是昨天刚认识的。你这话说的过分了，过分了，太过分了。哦，哎，他真的超级不会打哎。啊！哎，我扔起来你打，站那不动啊。好，我太帅了。哎呦！而且是真不会。霍小豪，你在后面，你在后面呢。好好，我以为这一开始要先教他们怎么打。来，扣他。没关系，发给他。正在教了。对对。没事没事。扣他，没事，这个不算，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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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看到大齐像小朋友这样，好可爱哦。稳了，稳了。Sorry， 没事，你发吧。要不我们先练练？可以啊，来吧，我们练练。哎，要练了。对对对，分开比较好。没事没事，咱们慢慢来。嗯，很体贴。咱俩颠球吧，大齐。颠的比我节奏好很多。嗯，这时候就是两个人可以交流了，随时随地都能打起来。这一组就是两两约会了嘛？你可以先放松，就手先放下面。这样吗？嗯，把手自然垂下。嗯嗯。然后你再打就行。嗯。哎。对，可以。来，三二一。哇。对。头哥这时候还蛮加分的。对，可以。你打给我试试。对。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没事，这是帮我热身的。啊，好会说、哦。对，好厉害啊、哦！不错。哎呦哎呦。可以。厉害呀，侯思义。他好可爱。Yeah. 我会了。可以。耶、yeah.。看到没有，这就是天赋。会嘞，我学的好快呀！开始遛猴哥了。猴哥把这个月没训练的量全部训练完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练。投球。我们开始吧。我觉得我可以了。我们猴总已经迫不及待了。战斗，要战斗，要战斗。来吧。好的。你主打啊。我觉得我还不如你呢，我感觉。你来，小浩。尴尬了，尴尬了。没事，这个球怎么发的？你这是？他骂他怎么发球的？就算要输，也要给女生有点参与感。对不起，怪我没给好。对对，怪都赖你。扣他，哎，我可以可以，有了有了，一个小跳，没过，可以啊，哎呦，过了，哇漂亮，这算赢了，算赢了，呦呦呦，来你试试吧，我试试吗？这样拿着那个边儿，这样吧，这样吧，你可以这样把，他叫我，我也不叫了。哎呦，很有眼力见，就这样竖着竖着。好好好，我试试。哎呦男生是真的，我先闪了。哎、我是第一直接去躲他。要不先歇会儿，看着挺热的。嗯。咱俩歇会儿，咱俩先来。哦，厉害厉害。哇好远好强啊，好可爱，牛啊，我是有两把刷子的。有情绪了，宝宝有情绪。我不发了，我发了他就溜我。
他在干嘛？战术等待。我觉得大齐会真的超级喜欢他哎。也知道你吊我。我跟我妈学的，得左右两根六六六六六啊！完了没过。还好我跟我爸学的上网。接的真准，是吧？一不小心又让他装到了。女生真的会注意这些小细节哦。嗯，手拍的有点疼。我要上去给你个礼物，给你个东西。这么好吗？走吧。啊？还有礼物？什么？他俩去休息会儿，估计。送你个礼物。哇！什么呀？你看看。哇，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熊猫啊。它是个摆件吗？对对，是个摆件。好可爱呀。我可以拆开吗？可以啊，你打开呗。熊猫啊，好可爱呀。它的脸跟我一样肉很多。好可爱。哇，喜欢喜欢。哎呀妈！哎呀，他好开心，还挺像的，可爱啊。他俩打的，就在这看观赛位。嘿嘿嘿嘿嘿嘿嘿。他们两个好认真在打。劲儿没过去，几比几啦？十比十，现在，加油！加油！我发球哈，你发。我开始溜你。哎呦！哇，这太拼了！哎呦，别摔了，别摔了！哎呦，还救，还要救！这太拼了，跳现代舞呢，这是，还有滚地。别受伤啊！别受伤，表演一个街舞。笑的，大鹅又来。这边，这边。他赢了。赢了！没有，他让我，他让我。哎，很好啊，给男生面子有没有？他让我，他让我。哎 ，KO。哎，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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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漂亮！哎呦，在擦汗吗？你脖子后面给你擦一下。行行行，可以了。聊天呢？你们俩谁大呢？嗯，差不多，他就比我大一岁，是吧？九九嘛，嗯，我九九，九九三月八号。三月八号？真的假的？嗯。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三月七号。哇！差一天。哇！对，真的。哇塞！好可爱、啊！怎么这个屋子这么多三双鱼座？还有谁？王哥。表情有点复杂。王凯志，对吧？王凯志是吧？嗯，二月份。哎呦，记得真清楚。是吗？那我们也太不像了吧。咱俩还有一点点，咱俩近，就对，相似一点，是不是？你看他一直在偷笑的，吃瓜吃的。那个袜子，怎么了？染那个鞋底了。没事，这是我室友给我准备的袜子。小孙，我就原汁原味儿一会儿还给他了。哇！
怎么都非提那个人要出现一下，两边都提了。大齐，你俩关系真好呀。嗯。没事没事，猴哥，因为他长得像我的一个队友，然后他也拿出了一张我长得很像他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缘分这是。然后我俩名字里边那个静是一个字。一直在聊他。都是那个一个立一个清。靖康的那个静。对，他说我叫孙静君，郭靖的靖。我说我也是郭靖的靖。猴哥有点苦笑。有。想说怎么插入这个话题的。看你那个80岁的企鹅，以为你是那种沉默寡言的那个。大大咧咧，你见过大大咧咧的人沉默寡言？有大大咧咧啊！有大大咧咧。我室友的小花豹我也没看出来。又来了。哇，这个助攻好牛啊！啊，他在干嘛呀？我室友的小花豹我也没看出来。待不下去了，待不下去了。啊，很明显啊。是吗？他用最温柔的话说，我是那个小花豹。不是温柔啊，他是温柔花豹吗？他没有，他用最温柔的话跟我说，我其实是那只小花豹。我说我真没看出来。我觉得还蛮明显。我哥想说，这不是我的约会吗？感觉是六个人的聚会这次。咱俩来一局，打5颗。哦、哎。可以，来，跟你打我真不让着你了。哎呀，体育生之间的对决啊，开始吧。哇，这是认真的哦。好好切磋一下，猴哥加油，大齐加油，来，情敌的室友。哇，扣杀！哇塞，也挺激烈 ，Come on！ 加油！哇，打挺猛的这俩人啊！哎呦，小心！没事。哎。哎呦，心态出问题了你。他说他心态出问题，话中有话。来，我的。哎，不让你了这把。来。可以。哎呦，着急了。Sorry。哎呦，大喜不错。所以他刚刚是在让着。好运，加分。也就是排名第二吧。也就只输给了好运一个人而已。哦，故意输给女生的。我太开心了。原来你才是我们之间最能打的人。秒杀一切。还有一堆乱杀。哎，那这通常男生这样你们会觉得很加分吗？会。超级说，其实你很强，那你愿意输给我？那个球拍给我，跟海涛打一下。不是，你们本身两个人站起来就已经很不公平了，还要打球。哎呀啊，心脏疼啊！哦，这样很加分。头脑疼。学到。吃饭去，撤吧，走。Go。哇，大齐，你车里好香的葡萄味啊！当然，我车里常备着炫迈的葡萄味口香糖，无聊的时候就会嚼，大家快点嚼一嚼吧。炫迈葡萄味口香糖味道还很持久，你们要来一片吗？可以。哇，这一盒里面有好多片呀，可以随身携带，真方便。28片，放开嚼。而且还是没有糖的。对了，还有西瓜味的，你们可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吃起来了吗？吃起来了。行，主打的就是炫迈，根本停不下来。炫迈真的是他们的社交神器，然后一起分享啊，一起炫，很潮酷。炫着炫着关系就近了，而且目的地也到，就那么一瞬间的事儿，对吧？下车走，阳光真好。哇哦，好舒服哦。
大白菜鸡毛菜，红菜呀麦菜，滚着铁圈儿在胡同追。好高兴呀、啊！火锅。哇，他们一起吃火锅，内脏火锅，呵。哇，好喜欢吃内脏，哦、好香啊！哇哦！哇哦！哇哦！好清新呐、啊！我们怎么坐呢？我坐这儿。坐这儿吧。那我坐这儿。那我坐这儿。大齐，来吧来吧，来来，欢迎大家到四川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可以吃了，里面菜应该都熟了，你的肉好了。哎，得了，我吃热了，还是辣了？不辣，还好，真的还好。大齐真的就很可爱，对 ，Let go， 哎，可以哦，站吧 ，Round one。还有海带是吗？嗯。我妈特爱吃海带，她有次吃海带太多碘中毒，去医院了，你知道吗？然后她刚好要拿海带上来。哦，我妈妈家有七个孩子，她是老七。我爸爸是独生子，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我爸就是双胞胎哦、oh, 是吗？跟我大哥长得一模一样。啊、oh. 我爸因为长得特别帅，然后我爸也长得很帅，我爸绝对比你爸帅。我爸长得我爸绝对比你爸帅。这要拼爹了是吗？让酷。你们以后都想做什么呀？啊，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现在的规划就是我再也不要给自己规划了。这些东西他跟小孙说过很深入的。对，我觉得还是喜欢在这种体育行业里面。没想着去改变这个世界跟改变这个社会，但是无论是在哪个角落，或者说一个球队一座城市，就是一个空间里面，因为我有我在，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就想做那样的事情。啊，可以啊！哎，我好喜欢大齐这样子，帅，自然自在自信。对，现在跟以前的最大区别就是，有的时候这些外在的压力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自己显得在逃避。那我就停下来，就是先做自己工作什么氛围以内的事儿，就是不期而遇吧。如果遇到了会很幸运，这种心态会很好。如果没有，我也可以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但你如果每天很期待这个东西，就很着急的话，那就我逐渐会被心态影响，就走成结果论了。哎呦，真好。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对结果的追求也不一样。有的人就觉得我的爱情好的结果就是要走入一段婚姻，那有的人就是觉得我的结果只是你跟我互相成长就可以了。很洒脱的感觉。这算是感情观吗？算是哎，算是，算是。该你了。我现在想不到什么结果，这种这么长远的事情，我还觉得过程更重要。我对我来说想太多可能不太好，因为我就本身特容易想多。就反正我比较恋爱脑，我跟他相反嘛。但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就是会真的会伤到自己，会内耗，很严重。就是所以，我以后我一定会就是也像他似的慢慢改。啊，我就不用改，我还挺羡慕你这种全情投入的，就是。但是就是他这个内耗带来的这个余温有点让我难以承受，我觉得。就你对待每个人都会这么内耗吗？就每个心动的人。大齐。一直在看。
但双鱼是这样的，对，所以适当的改变。那我觉得你是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呀。对，对，对，可能还是不合适。我觉得什么结果都行啊。我觉得你认识一个人就是一个交换能量的过程嘛，无论这个能量是什么样的。嗯，就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会成为束缚我的一个规则吧，一个普遍适用的东西。我觉得遇到不同的人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就是我对每个人的规则就是标准也都不一样，多标啊。他这算是有点防卫吗？我觉得可能侯贵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还是不敢说出来。哦，懂。但是他一直以来跟侯姐的交流就是一直没有进去。嗯，其实今天聊的话题是很好，对，去打开自己的。嗯，太想结果，你就总是把结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你过程中总会条条框框。而且我觉得不管什么结果都能变成好的呀，就是看你怎么解读了。对，看怎么想了。好正向啊，超棒的。嗯，很聪明。我是一个可能我一直被周围人偏爱嘛，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所以我就是一直会把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哪怕我再喜欢这个人。我知道这种就是很自私，但是不自私的，这不是自私。我一定要做我自己，如果这人影响到我了，那拜拜。就是哎呀，他在思考。我可能更看重结果一点。哦，他是相反的。我可能更看重结果一点。是吗？对对对。哦，这就有意思了。就是不动心就没什么事儿，只要一动心了那完蛋了，真的。感觉真的我的恋爱观跟你们发生了太极致的碰撞。哇，因为我觉得能够长时间的跟一个人在一起，他不是怎么说呢，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爷爷奶奶他们是在一起60多年快70年了，就是他们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再怎么争吵他们都不会分开。就现在的人就是遇到一些事儿老想着去换，他没想着去修。就是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出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会想着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个事儿，而不是解决这个人。哇，完全相反的，他们两个。对，两个人在一起是一种缘分，就说真的不要伤害彼此之间的缘分。我觉得他是比较偏理想主义。嗯，而且我觉得就两个人能够长久的在一起，他是一种本事。他也有点不舒服了。猴子。对。哎，金好确实很纯爱，确实很纯爱。哎呦，这里就两个人有分歧了。对。我们整个看这个短片结尾的时候，大家都是被触动的，因为他其实提到了爱情观这件事情，两个不同的方向嘛，一个就是筛选式的爱情，那一种就是培养式的爱情。看完这个我能理解就是侯姐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很大，应该多多去尝试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对，你觉得自己不开心，那就应该多多去见新的人啊，或者尝试一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年龄段呢，大家都是在找到自己和找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都是在找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答案，对吧？如果到了一个大家都 OK 了的那一点，我觉得培养也是很重要，很重要。找到了那个对的人，你才会知道原来我是谁。我是觉得如果说前期都已经要走到修补关系的时候，热恋期再去修补，那也太辛苦了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一起往
最好的那个方向，然后或者是两人然后一起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说我希望你然后变成什么样嘛。对，我有时候觉得改变这两个字有时候会有点负面，比如说我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外表比较高冷，大部分朋友认识我一定对我印象不好，因为我就是那种不太会讲话，然后慢热，对，慢热，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只会看到我好像是比较酷的那一面。但是当我比如说遇到另外一半，慢慢的我就会觉得说，哎，我想要为他做很多啊。比如说那时候我喜欢的另外一半人很不舒服，台风天啊，下雨，然后我就二话不说，我就是反正就是穿雨衣，然后骑摩托车，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是我站在门口还没开门，基本上那个我身上那个水在地上都已经是一滩了，然后我再把那个热鸡汤，因为他那时候不舒服，给他，可是其实那时候鸡汤可能都是雨水，你知道吗？但我的意思说，我就是想要让他知道说，虽然我好像看起来不好相处，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那种完美的伴侣，但是我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给对方感受到，我很努力想要对你好。我甚至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观在我看来并不冲突，只是不同的阶段。因为我前部分是一定会筛选，因为没有自我就没有爱情，你一定得知道就是我想找一个什么样子，或至少知道我不要找什么样。对对对。但是我会非常非常在意的培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天造地设这么一说，没有出来就是你就是我那个完美的那个 Mr. Right，人和人之间就是不一样的呀。那我们能做的其实是怎么解决我们这个不同和差异。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跟年纪很有关系。对我来说吧，我可能年轻的时候也是比较就是合适就合适，不合适就算了。然后后来我是遇到了一个真的让我真的内耗超严重，然后我就觉得好后悔啊。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真的是没有合适的，但是你一直在为了他而改变，或者是一直在纠缠在一起，其实真的很浪费时间。他们其实不是对立的，他们更多的是一个阶段的一个象征。那这个阶段不一定是关于年纪，有可能是你那时候的心理状态，你的生活状态的一个象征。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在真实的表达自己，对，想来表达的东西，他们没有遮掩，没有妥协，就是要表达说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这件事情很重要。来点奥利奥薄脆吗？超脆，超薄，超好吃。薄脆有料，可可超浓郁。有了，周末去露营。来点奥利奥可可脆卷吧。表皮酥脆，夹心丝滑。可可脆卷冰淇淋 get。这个有谁？有曾哥姐姐。对，你好，小心脚下，欢迎光临手工工坊。哎 ，Hello，Hello，Hello， 他好开心。Hello， 坐吧。哇，久等了。选一个你想做的小东西。对，你可以先挑会儿。你们已经看完了，我们已经看完了。做小老虎。你选的是什么？我做了一个八音盒。那我做一个这个小人吧。很好闻，这种木头的香味，谢谢。其实我一直想来做木工，这个店我一直想来的。哎呦，我们平时在学校里也会做一些木工。哦，那你手工肯定很好。天哪，来到你的主场了，很久没有做了，一会儿做不出来就。压力又给到你了，一下有压力了。好清新啊，这个配色，好配你的上衣。嗯。所以咱们人已经齐了。对，可以开做了，我们俩一直在等你干了。
我们三个。哎。好。小豹姐姐可以在这场搬回来哦。一会儿您可能会用到这个工具，木工台前夹磨那个琴盒的时候会用，您可能不会用到。我建议您二位稍微调个位置。哎，行。我很喜欢姐姐现在那种心里面小鹿乱撞的那种感觉，你能看出她那种开心。这个是蒸汽朋克小人的零件，然后你可以去挑一下里面的身体。懂了。这个是您要做的琴的琴盒，这个是你手机支架的木料。哎，这个，我可以给一些图案参考吗？Nice， 哎呀，好开心！他感觉是个旁观者的感觉。对。所以昨天晚上什么样子？这东西是大家自己选吗？可以。什么意思？昨天晚上的投票。对他不知道。对，因为他是组长。昨天晚上的投票。这是吧？昨天晚上故事老丰富了，所以是你们想了我的活动吗？还是被调剂到我的人？你猜？你猜就是被调剂。对，我觉得对我们不公平啊。为什么？反而没有选择权了。哦。你没选到理想选的是吗？哇，好直接哦！这个问题好尴尬呀。哎呦，姐姐，女孩听到心里好郁闷。搓火，搓到最后那个木板已经变平的。哦，那当然没有。总之看到你们很开心。我已经能想象到，如果是我在下面选。很纠结是吗？你会选谁？哎，我感觉很窒息。你跟大姐不是一个屋吗？哎呀，对呀、啊。你昨天回去之后没有交流过吗？像在彼此试探的感觉。对。他都是懵的，他自己感觉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在干啥。大齐做饭做得好吗？他一直在找大齐的话题。Oh my god， 比我好。真的？大齐是不是也是河北人？对。所以他在打探情敌的消息。对。哦，哎，嗯，你看这个小鱼好好看，很有设计感。小鱼儿，哎呦。我想找点不同的鱼，结果全是一模一样的鱼。哎，小鱼，感性小鱼。小兔子。对。哇哟。哇。哇，真的不错哎。好看。这真的好好啊！所以他现在做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心里面就是想要送给张晶，对，有可能送给好运的哦。我怎么看不出来呢？他就是那个小鱼，而且还双鱼座。兔子是张晶，然后他是跳舞的小兔子。派派没事，你看不出来正常的派派啊，你还年轻，我啊对，没事的。那我也看不太出来。你也还年轻，没事的。对对对，好，那我也看不出来，好了吧？
为什么不对称呢？好歪呀、啊！我看看你这，我再磨一下。很奇怪，就是，其实自然界都是不对称的。啊，好会说哦！他好像那个尖叫的那幅名画，扭曲的那个。对对对，哎，我觉得可以把它往那边靠一下。你觉得这个银色的墙好看还是金色的？这样。如果用这个金色的蝴蝶结，我感觉就是配一个颜色会好看一些。对。很睿智，钉子，钉子怎么钉啊？我直接给你弄吧。行，在这儿来一个。烛光晚餐，哇，吃那么浪漫，好漂亮啊！这个好看啊！坐吧，坐吧，坐吧，请坐吧。还有蜡烛。不错，这看着。好嘞，谢谢。开整吧，开始吧。哎，苏儿，你有想过你会是前三吗？没想过。你想到了没？你当时？他想到了。我给你投成前三的。啊？你为什么觉得他是前三呢？这我能推理吗？我能说吗？就推理出来了呗。姐姐不好意思说出来。那你觉得为什么呢？我真的还挺，其实挺惊讶的。因为你好看呀。啊，好直接啊。因为你好看呀。真的感觉这两天就是还没有太和大家就真的特别熟悉。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可能每天都感觉自己好像还是有点拘谨，但是这样才有神秘感，对吧？你要这样想。他都针对一个人呢、啊，当然跟大家没那么熟悉。
我问一个问题吧。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一个人，你们会先从什么开始？好奇。先从什么开始？我会先从他的听歌。听歌风格啊。你们平时会听什么类型的音乐？我比较喜欢舒缓一点的。那你现在想听什么类型的歌？如果现在让我选歌单，我可能会放科恩的。我也特别喜欢那种类型的歌。嗯，我也喜欢他的歌。我记得还有一个法国的大叔，就是那个 And the winner is La Mort La Vie La Mort。 说法语还挺好听的。他好愿意主动，好棒哦。我就听那个歌会。你是不是会法语啊？一点点点点。嗯，当时我们学二外嘛，选的法语。哦。真真真的就是个陪坐的，他都是那个在旁边看的人。你还学过日语？嗯，大一的时候。然后你本身又是英语的双学位。嗯，哇，语言天才耶。你跟我比强。我其实感觉就是学一个语言，吸引我想学这些，就是他可能我只有学了他的语言，才能真正了解他的文化。文化，对，是的，是这样的，对。哎呦，我感觉其实你就一直在找话题，你发现了吗？是我在找话题吗？对，我觉得你就是还是挺会聊的。就是我就是那种，就是当我需要承担这种责任的时候，嗯，会觉得该站出来。但其实，如果大家能聊起来，我其实不太想。我发现了，我觉得你这个还表现挺明显的。发现了，你在我们小屋里就是，并没有在主动的去 Q 一些话题，但是在很尴尬的时候，你就会挺身而出。哎，我觉得。姐姐这时候会让我们男生很有很温暖的感觉，就是她被认同嘛。嗯，姐姐现在一直像姐姐一样在照顾人的感觉。对，我觉得我比前两天更了解你了。是吗？啊，你呢？啊，你呢？你有这种感觉吗？她好直接哦。就感觉大家刚刚住到小屋里的那个第一印象和相处这两天之后其实都有变化。比如大齐，我也在说他发现他有另一面，然后卢可也是。嗯，你就是没说他，他没特别说女生来，所以我觉得很棒啊，分得很清楚。对，尴尬。天哪，怎么看着我？想说麻烦救救场。我以为能酝酿酝酿啊。没有没有没有，那我酝酿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好呀。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异性？太直白了。太直白了，但是下意识看向对方。对呀、啊。哎呀，太直白了吧。那我换一个问法。你先讲，你问的，你先讲。哇哦。嗯，我喜欢。就其实我感觉我自己其实对于伴侣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条条框框的要求，但是就是我希望或者我喜欢的那种关系里面是两个人会有点像欢喜冤家那种，就是吵吵闹闹互怼的那种关系。对，张晋。嗯，嗯，你们呢？我的话就是我感觉只要他尊重女生，然后性格上比较合得来，就算不说话也会感觉很安心，这种感觉是我最想要的状态。
这个也太明显了吧。你呢？哎呀，那个眼神就是，我觉得合拍，然后希望对方会生活里面比较有松弛感。哦，侯姐就是，因为本身我比较看重就是主业之外的生活，会不会有对生活的感受，或者说态度？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好高深呢。姐姐真的怎么办？我记得坂本龙一，他有一首歌说，就是人的一生能够看到多少次满月，可能是20次，但是就是当我们每一次看到的时候，好像是觉得自己还有无限的机会，只要我想去看，他就一定会就在我的头顶。但其实很多人生里的瞬间就是过去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的这个夜晚，我觉得会是我人生里一个瞬间。真好。我这话回去我就拿日记本记下来。我觉得他这边特别好，就是就像孙哥说的，他刚刚说那个满月的事情，就是人生你知道永远就是当下，你有没有把握。我觉得我以前好像我都不敢，或者人生总是有很多的遗憾，可是现在就我觉得我在姐姐身上学到，就是说我们就不要遗憾嘛。我欣赏他的勇敢，我把握每次这个机会，我表达出来，虽然最后他可能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但至少表达了会后悔。我觉得我有努力跟尝试。对对对，不要有遗憾的感觉。对。我觉得小孙和姐姐两个人都100分，因为小孙，我觉得因为他心里有喜欢的女生，所以他那个表达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他其实每一个话题，他都会告诉你，其实我喜欢的是另外一个女孩。他100分。姐姐也是100分，是因为我觉得我很认同这个说的，就是她这个时刻必须要勇敢地说出爱，因为在我的感受上来说，喜欢这个东西是不能克制的。对，他们都是100分呢、啊，请问一下，曾曾，我们就再开一把是吧？120分，下一组也蛮精彩的、啊、，William 跟依依，然后还有因为妹妹是喜欢 Look 的。跟依依，有，哎，我觉得她的穿着好多变哦，啊，好漂亮哦。啥呀？买吃的，你拎那个吧，我这两个太有点重。你啥时候买的？中午。都是灰色，这个是默契吗？哦，这有水，你要喝吗？哇，谢谢。Darling, you know that I want things to go our way. I wanna be somebody that you wanna love. Don't wanna reach out. 他们的感觉是甜甜蜜蜜的。妹妹来了。哟。Hello. Hello. 啊，美女，你没有想到是我吗？我想到了，因为我昨天悄悄看了一下。是吗？你是姐姐吧？哎，完全还妹妹，人家都认出来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差，看别的女生不用看那么仔细。你为什么每次都能一眼认出来？对啊。
爱。我被融化了。你们俩的气质还是有区别的，你要靠气质去。不像气质，哎，もしもし，带相机了，有 ，Hello， 他好乖呀、啊，他好乖呀、啊，看着，好像我就是最后一个。是的，姗姗来迟。女明星登场啊、哦！男明星什么女明星？男明星登场啊！我说男明星登场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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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花扫花扫花。哎，他们俩衣服穿的比较搭哈、哦。啊，是什么？给我吧。去哪儿啊？我拿吧。那你拿着吧。哦，这边这边。主动接东西的行为很好。哇，蛮舒服的。哎，真是路由哎。选位置坐了吗？坐呀，怎么就我一个人坐了？要不往右挪。哎呦，热死了！哎呀，隔开了。有点距离了。你今天衬衫穿的跟我好像啊。蓝。蓝。你们看那什么四驱兄弟吗？我小时候看什么马丁的早晨、啊、还有什么小魔女、哦、看过小魔女蒙娜啊，那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嗯、小鲤鱼历险记、嗯、美美、嗯、小美美，对，还有啥，小乌龟，一个小舔狗，一个小舔狗。就像美羊羊和沸羊羊一样啊，沸羊羊是小舔狗啊啊。沸羊羊喜欢美羊羊啊，但是美羊羊喜欢喜羊羊呀。哦，三角恋啊，小时候没看出来。是，这一段是主打一个话里有话。别聊了。找点活动干吧。走。哎，这还有躺椅，刚怎么没看到？哎，等会儿，他真的是我吧？没，应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掉下去也挺有意思的。啊。嗯、哎。哎。哎呦！我就想看这个瞬间。啊！我的天！没事。没事没事。你是不是摔到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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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确实有点搞笑在身上的。是的，你们坐会儿吧，你们坐会儿吧，我已经热死了。坐。给你扶着点，行吗？啊，行行行，我觉得我平衡还不错呢。给你拍个照。怎么都拍我？我看看。就是拍了一张先。还可以，你厉害，不错呀！你是不是经常拍人像？我喜欢风景、人像、小猫、小狗都拍。啊，卢可喜欢拍照。荡起来，荡起来，荡起来！我吗？我不荡。不是，我说你给我荡起来。哦，荡起来啊、哦！好的，好的，好的。汪凯志太憨了，天哪！
我太喜欢了。这样，这可以不？哎，要不要换个人来？哦，我感觉我享受太久了。啊，没事，没事，你享受着吧。我觉得我这个好看。你这是什么样的？嗯 ，CCB。你会拍照吗？我可以学，我可以学。哦。哦，他们两个好配哦。嗯嗯嗯。我看你的。不是，但我这光没有打过去。嘟嘴。跟你那是不是有点像？哦，跟你那色调。差不多。这个画面。啊，这啊，这个好看。想说要学也来不及，现在。这上面是什么鸟洞？这就是胶片，没有人回答。感觉像个鸟窝一样。应该跟他差不多。嗯。四个人好好笑哦。觉得威廉有点飞走了，人已经没在这了，心不在焉的飞走了。玩家。体力劳动吧，让我们试飞今天的第一个小飞机。我想放。你想放？可以了，你直接跑就行了。等会儿，等会儿，不是你再往后面，你再往后面，直接跑就行了，可以了。你站好，你站这儿，你站这儿。哎，接着放，放长，放长，放长，再放长，再放长，再放长，放长了，把放先放长就行了。有风了，哇，他好开心啊。啊，放起来了，我要撒鸭子了啊。哎呦哎呦，我掉装备了，掉装备了。然后莫名其妙就跟依依玩那么开心，太好笑了。啊，别的小动物，好可爱，你俩长得还有点像。别马人啊，别马人。我们也挺帅的，杀马特。他也很帅。杀马特。杀马特。就杀马特。嗯。谢谢。老姐。你来个衣服。你这叫二。我救了个命啊！看用他们两个玩，咋回事吧，凯智？这有点好笑。乐跟依依也玩得太开了吧？乐好像也喜欢依依吧？他不是喜欢那红裙吗？对。划个船去，还有船呢。对，上面应该有船。哦，真的有船。哇，还有黑天鹅哎。哦，真的哎，它的叫声好可爱。就在这儿。真好玩。每个人都要穿上衣服。好。行。谢谢。每个船只限两张。啊。哦。然后是一共是两艘船，哦，天哪，要怎么分呢 ？Oh my god！ 说出来，不会是女生先说吧？紧张的，哎呀，哇，掐兜抠手，大胆一点。哪两位上这个船？好，来，低头。怎么上？说。再上来一位男士吧。哎，别闹哦。陆克假装看那个相机。哎呀。你们选择，咱们手心手。手心手背。哎呀。陆克回避了。妹妹也有点尴尬。小心说出来，
但感觉威廉好像比较内向害羞。我也觉得他吃蛇应该要主动说一句。对呀、啊。要不、要不来了，要不来了，要不，同屋的先上。可以可以，这个方向可以。同屋的先上。行，行行行。你好犹豫。妹妹说你好犹豫。你应该有点受伤吧？对。是啊。等咱俩是不是得一起等啊？哎呀，他好开心。好，你好。开心啊！哎呀，那我给你当脚力工了。脚力工，看你昨天练的努不努力啊？新新小室友跟告别了。哦，大四了吧？饱了吗？我饱了。我硕博连读嘛。保人的。对。在跟一个学霸聊天。好像Luke比较会聊天。嗯。转一圈吧。嗯，你就绕湖一圈。好的，老板。嗯。走。走走。全速前进。龟速前进。现在船速多少海里？20。太慢了，不到40。全速前进。支棱起来了。闪闪人爱。很喜欢这样子的女生，很勇敢表达。对，这边比露营还好。对，其实空间感对约会很重要。嗯，老师，那哪里约会的空间感最好？你给我前三名，求学的心态，我记一下。是空间越小越好吗？空间小的时候有一个促进，就是两个人也一定要交流，就像是小孙跟那个小猴他们在那个阳台的那个空间、right. 那个真的是很棒。现在划船的空间感也很好。嗯，现在可以有个私密空间去进行更多深入的交流。然后那个最好那个船在海的中间，然后坏掉。这个也好。咱们来玩个碰碰船。可以，大穿入库。上车，小心上车。这真碰上了，停一停。哎，停一下，停一下，停停，贴贴贴贴，哎。我倒一下。他们俩也太那个吧。表情有点复杂。该走吧。好尴尬。贴不上了。贴不上了。擦肩而过了。该走吧。依依跟 William 有一些很大的不同。嗯。哇，好多呀！让鹅跟着我们走多好，对，多潇洒。你平常都去哪？就在海淀活动呗。当然不了，我是朝阳玩。你去哪？我也就朝阳吧，上班。那你周末去哪？周末还去那附近？一般的话都在丰台，也去海淀，因为我
篮球队啊，打球的同学。你打球很好玩。什么意思？就凑合，一般吧，一般吧。一般一般，世界第三。他性格好好，谦虚一下。谦虚啊，谦虚。啊，谦虚。周末基本就健身、打球、吹萨克斯。吹萨克斯？那你不带来表演？你会听到的。我会听到的。什么意思？已经在准备了。不会晚上晚餐就要表演一下吧？男生会乐器蛮加分的，对不对？已经预定好了这个节目。好，预定好了节目，没问题。你听过萨克斯吗？之前？那我听过。泰坦尼克号人，那叫什么？我心永恒，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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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真不错，哇哦！哎，这嘎嘎找到了他的小伙伴，他不再是一只孤独的嘎嘎了。我也是。可以拍两张，可以。我不上镜的。哦，帅哥都得现实看。哇！靠你的美貌打动我，帅。哎呦！拍个照，你的相机里有我吗？啊！你的相机里有我。哎呦，拍的挺好的。哎，你那样想挺好看的。因为我觉得依依的眼神不太一样。嗯。哇，这个氛围已经起来了。好甜。我觉得依依是比较敢冒险，然后觉得有些东西有趣啊，没什么。William 就很拘谨。太慢热了。我觉得 William 是那种就是你想做什么我带你我陪你做的那种感觉，不会太主动，就是我要干嘛，但是又感觉到他们两个好像有点互补的感觉。嗯，对，我觉得他好像单独的时候他比较有安全感，他就会比较敢释放，比较放得开，就可能真的比较慢热。